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兰兰，现在是早上7:01，这是我的早饭，窝头一个，鸡蛋两个，玉米，还有茄泥，还有一个牛奶，还剩下了，吃不动了。这俩鸡蛋吃完怎么这么大？现在7:30，8点上课，出去溜达溜达。这屋白天根本都不怎么进，没啥使用价值，就睡个觉进去。走了。白天在院里待时间比较长，我没吃了的窝头给搁外边了。这绿萝药丸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看这西红柿开花了，看见没有？越长越大颗。还有这韭菜，该吃了。这可怜劲儿的，这么几根儿，3块钱这点儿，嘿，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小葱，回头我再买点香菜去，给它种上。这香菜多长时间了？你这底下都没沾着水了，这要是搁在外边早干了。其实吃香菜每次几根儿就，这我地上捡的，一会儿那树杈我老遛弯看见我就给捡回来。走了，以后吃完饭都得溜达了。我一在这溜达吧，我就想起原来那些邻居了。就是这附近，他们都是认识的，街坊四邻，有的都是小学同学呀什么的，或者中学同学，所以他们都特别熟，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一帮人。他们就每次吃完饭，也没组织，人都出来了，就绕着这胡同里边转，啊，我也跟他们转。现在就剩我一人了，他们都搬走了。你看这边一学校，哦，送孩子上学的小学，今儿我不去河边溜达了。河边潮，平常你看接送孩子不走那边了，他就是，胡同里就是快递送快递的，送餐的，要不就是也就这些人。前面老太太我每天都看，她住那院里，可能也闲不住，出来进去，看这老太太，我每天早上都看见您。哦，您住在这儿啊？我就是这。您没走啊？我没走。是自己的房公房啊？公房，哦，几间呀？一间呗，多少平米呀？27平米而已。那么大呢？哦，那要走给不少钱呢。啊，可不是。干嘛不走啊？这我们这边都没走，啊？他没通知。哦，没通知啊。他跟这个一个四方，一个我们这一方都没走。哦，27号院他们哦，这次不在腾村范围。对，不在咱范围。您这院几户啊？16户。16户呢？对。哟，怎么没？哦，怎么把这院甩了？那您想走吗？我不想走。哦，27平米住几口人呀？啊？住几口人呀？4口人。哦，4口人。这家伙比我们家大1倍，你们也没走？我们没走，你们在哪儿住？就前面那胡同，但我们院，不是，对，差不多吧。我们那个平，那个院也20多户，都走了，基本上。我不愿意走，孩子们就。孩子们愿意走，您多大岁数了？我78。哎呦妈呦，您都78啦！啊，也是今年生日。又真不像哎，不像啥，你看这个终点站已经到了。哎呦妈呦，您这身体真好，我看我每天早上都看您活动。每天活动，我从小就爱动。哦，那您什么病都没有吧？多少有点那个高血糖。糖尿病。啊，对，糖尿病它不是，就是血糖高点。多高啊？0.8几。8点多。8点多。吃药吗？吃药。哦，8点多也吃药啊？啊，是。我儿子为了控制我，怕我以后再发展，您吃多久了？我吃了1年多了。哦，1年多，那行，您这岁数其实八点多，其实不在。到了，也就是不错。不错，不对。岁数大，毕竟是多少？对对，是是，挺好的。那您忙吧。哎，好。走了，哎，这老北京一听就是老北京。啊啊，是，我老看见他，但从来没打过招呼。我这瞎模糊眼的吧，一直以为是个老女士，结果是个男士。你看人家78了，血糖8点多，
哎，人家还老活动着呢，怎么还血糖高啊？生活水平太好了。我就走在昨天我扫地的这地儿了，我先走走吧，一会儿我就在这儿练练身，然后我就回去了。哎，郁闷。三高人群啊，生活好了吧？有钱了吧？他又不让你吃了。你说，原来年轻时候买不起漂亮衣服，现在买得起了吧？齁老胖，而且吧也不爱打扮了。所以在年轻的时候，或者说在当下，就活在当下，你想怎么着，你就尽量的哈，在不损害到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就去做吧。但我现在想出去玩，不行，又娘。哎，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。不聊了，拜拜。举着都累了，这云台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